韓國女團媽媽屋繼日前在台灣舉行完演唱會之後，這日就來到香港和香港的粉絲見面了。四位成員各自以不同風格的性感服裝登場，其中以華沙的透視裝最為性感了。他們還以廣東話和大家打招呼添啊。媽媽舞隨後就在台上面勁歌熱舞，令全場的氣氛非常高漲啊！但是鑑於之前在台灣演出的時候發生了粉絲推跌欄杆的意外，所以毛毛妹這次都特別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安全啊。이번에홍콩에서는스탠딩이없어요그래서이제안전사고에대해서는그래도조금좀안심이되긴되지만그래도콘서트끝날때까지긴장을놓지마시고다들안전사고의유의식을받으면아셨죠